行行囊尘土飞扬，伴一路马达轰响，木头灯光指引我家的方向。天黑天亮起伏山岗，穿行在车来车往，偶尔摔倒就当累了躺一躺。想念妈妈做的饭菜香，想念孩子们的笑脸庞，想念老父亲的眼光坚定慈祥，想念让疲惫的心充满渴望，想念让相伴共同抵挡雨雪风霜。小心慢一点开，小心不要感冒了啊！阿姨，你也回家吗？对呀、啊。现在后面，希望大家过一个好节。好，就是一张礼物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！谢谢，快乐！也希望你们注意安全，然后慢慢的开，好吗？好。然后也可以赶，就是稍微慢一点，然后可以安全的跟家人团聚是最好，好不好？哎。一定要注意安全哦！大家好，我是 K-STAR 超级韩流榜的 MC 高娜恩，千里返乡，关爱相伴。我在韩国，提前向大家拜一个早年。大家好，我是 K-STAR 超级韩流榜的 MC 超秀浩，千里返乡，关爱相伴。我去韩国，提前向大家拜个早年。
大家好，我是 K-Stars 超级韩流榜的主持人孙瑶，千里返乡，关爱相伴。孙瑶在这里向大家拜一个早年啦。想念让爱马上为你领航，关爱相伴共。